始。嗯，我先放。嗯，好，等一下，这个是弯曲的面朝弧线面朝上。因为它刚好有一个沟槽。哦，沟槽，好 ，OK。都放进去。沟槽朝上 ，OK， 好，可以。哦，那、啊、然后拿一张不要白纸，增加最主要是增加纸张厚度。好。啊、因为我发觉我在猜想可能就是类似他们纸张里要跳跳的，嗯嗯嗯，你纸张让它哦会卷起来，好，朝底下，那你先放着，好，第二个放纸张，先白纸在纸上、哦、大概偏了五度左右，好，偏五度，他们说好像弄完还可以转，所以好像没什么差，不要转，不要转才是标准的哦，所以是这样，你是说是右转右边偏了五度，哦好，中心往右边五度，好 ，OK， 放胶膜，好。哦再来，嗯，啊，这个，这个是盖子，这个是底座，底座朝上，好，嗯、然后我这边，一个先压下去，好，这边比较没诀窍，这边只是让纸卡在这边卡住而已，好，好、哦，最主要成功失败都在这边，好，在右边再移过去，我们先轻轻的让它这边对准，你看对准了，好，然后直接一次就要压下去，好，用力压，对对，好，就您看一下。好，好 ，OK， 这样可以了。好。